耳朵。哎呀，耳朵，你可想死我了！这些年，毕业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还这么高啊？一点个都没长啊！耳朵，这些年大家没见面，可是你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一些。你因为家长投诉，幼儿园的工作也丢了，找着工作了吗？我给你拿点饭钱。耳朵，上学的时候你看你多受欢迎啊，怎么现在我真替你难过。露露，好久不见了，你还是这么会说话。对了，耳朵，我还听他们说你要去日本当女佣，你怎么能走这一步呢，耳朵？声优，声优，我就说嘛，哥，还要吃饭呢，要不然咱们回头再聊。哎呀，耳朵，是上学那会儿我一直嫉妒你，把你当竞争对手，可是现在想想多可笑啊，我们当时都好幼稚啊。你看你这个小圆脸还是那么可爱，好喜欢呢。这个人是谁？怎么这样来了？会人换的，这样会找住。你是叶？他是我男朋友。啊，你好，我叫张艺露，草莓王。你这样很没有礼貌，知道吗？这位大姐，想加入吗？我吗？啊，不了不了，你们吃。以后不要跟奇怪的人接触，知道了吗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一个直播，那我先走了啊，耳朵，你们慢慢吃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谢谢你啊，一个小时到了。哎，拍完照片吧，没拍照。不是拍过了吗？那个照片可能不太行，要不然重新拍一张吧。拍一张吧，就这儿吧。好了，谢谢。你怎么回去啊？我家有点远。低碳节能，适合你。有事儿。